等下再弄一下那个立体效果，也拍到视频里边去了。就是那个立体那个图案。他们两个走的挺快，就相当于怎么想？好，2分多钟。我在拍视频，已经4分多钟了，快完了吗？你点了。但是它不是可以剪掉，就是剪。不是，我是怕太长传不上去，我传到网上面去。没事没事，就这样拍，拍到一起比较好。小王，你的视频多少分钟了？你们应该有5分钟。5分20多。这个国外有个品牌就是 Ruby，这个灯就是1比1仿 Ruby，不管是里面结构还是外面，都是1比1仿。Ruby 仿。对，这个的话，就是老外非常喜欢这款。哇，这个效果好好，拍在视频里面的效果也很好。
这才是一台灯效果。如果说你四台灯二台灯一起来的效果，那就是梦幻。现在我们是很还有很多效果吗？等下完了记得说一声，我就暂停。小麦，快点拍多点图片。我都打不出，我那些我自己控制就很少。这个很难控制吗？那天我的老师，你刚才都是很专业的。专业的东西。什么？他那是从我手机来的。我跟你私密处的。所以我不让你拍图片，我拍视频。我已经快八分钟了，我等他完了我再停。到时候你截屏就可以了。我只有一段，我只有一段有五分钟而已，其他的是三分钟。相信我可以传上去。我也觉得我可以传上去，十分钟之内。今天是基本价目了。是啊。你可以收藏了。不可以，但是因为是传到国外网站，所以比较慢。可以翻墙面上的。还没完啊！你不上火了？手机都快断了，没电。你也没电？早说吧，我这里有充电器的，充电宝。完了是吧？